Hello，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几天不见了，欢迎来到娜娜先生视频。最近也是出去旅了个游，所以说的话也是视频缓了一下，这句话也是重新给大家带来一场高质量的孤单妮娜。妮娜这个英雄的话也是版本热门，不得不玩，非常非常好用啊。这场的话也是好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对面中单由于选的比较慢的话，也是可能会吃不到福。What a good idea. About time. 好，最近去旅游的地方也是去澳门去逛了一段，那边的话是比较好玩的，衣食住行的话都和那个大陆比较接近，而且的话也不是也不贵，也很便宜，非常值得去逛一逛。好的，在开头的话还是感谢开头的话是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一平台的这个客户端，就是可以用手机来上一平台来找好友啊什么的。也少在下面的 APP， 中间对线一个宙斯，好，只能先对武当碾压他一波了。哎，猪猪宝贝拿下了我们这边的一血，不错。前面的话一个真母都没有漏，反补的话已经反补了四个。看这波塔下补刀没漏，都要漏，漏掉了一个。那么也是感谢两个广告，第一个是飞熊 APP， 在手机上看视频啊，经常去好的软件，还有各种抽奖和活动。哎，这里为什么会有野怪？其他都是野怪，差点把我小鸡杀了。然后的话再就是那个农村平台可以观看无广告的视频，如果说有在办公室要上班或者是要上学的小伙伴的话，可以节约时间看一下没有广告的视频就可以了。然后这里白牛先冲上庙的一个推，我一个踢，最后一下实力普攻。好，其实的话刚刚已经是必杀了，因为白牛冲之前的话我就已经把地的伤害给打出去，这样的话白牛一秒晕，我1.6秒晕啊，三秒晕过去了，我的地又好了。刚刚也是为了节约蓝屏没有地，而是一下普攻把他给打死。中间对线的话，那么依旧成为一个无解肥了。其实宙斯也是一个对线非常强的英雄，但是我就这样说吧，宙斯是一个非常非常吃出门装的英雄，也就是说他的出门装完全决定了这个他的这个英雄的对线优劣。那么很多人说，哎，那么有些宙斯他是两输之两难，有魔瓶为什么依旧强势？因为他牛的钱啊，这牛的钱也算他的出门装之一的，所以说的话就是一个 random 的这个宙斯和一个 repeak 的宙斯，那是两个英雄在中，这是一个实话。所以说大家玩宙斯之前一定要斟酌，如果说宙斯早点出魔瓶或者是挂件加数字加小来强行 CF 耗铁推线，那么的话也是会打到对面的英雄很难受。但是一个两数字出门需要很久很久啊，甚至把蓝全部用完还不能够打出魔瓶的宙斯，那么的就简直就是一个 APM。 这不是对线技术的好坏，这英雄劣势有点明显。825的宙斯打妮娜是不虚的，这里白牛扛到他，我只能给一个地，他踢不到的。哎，出晕了，他居然出晕了，那直接就一个地打死了。我还准备来说能普攻的时候一个普攻一个地呢。好，前面的话我是选择出灵魂之戒，现在我很多中路法术就是要出这么说吧，只要是有刷野能力的。这一个地应该能收掉，收掉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御三地。只要是有刷野能力的英雄，我都会出魂戒，除了影魔，比如说那个妮娜呀、TS 啊这些英雄，出魂戒会让你的打钱快一个档次，还有蓝猫啊这些英雄。看一下符，还不错，看一下能不能绕后绕到这个宙斯。宙斯这波应该是没有现眼的，还用 CQ 选，那么我找一个最激进的位置，看他在 CBC， 好像死了。
人一个气，一个地，一个普攻，一个气，一个普攻。哎，他有魔棒，再普攻一下。他为什么会魔棒啊？这么早？这一波的话，我还是高估了我自己的威力。其实这一波施法是错误的，踢了之后的话，应该 A 一下再击的，击完之后一直普攻，普攻到你实在是普攻不到了再用 D， 这才是单杀就是最稳妥的方法。但是我感觉刚刚一个满血的动作，我应该清晰地不用操作啊，五老秒。但是事实证明，他的血量满的话，加魔棒还是有点难杀的。刚刚起码少普攻了，最少普攻了两下，很可能是少普攻了三下。这一波可以把他赶走。大家可以看到他满血，我一个地居然打着他这么大一个血。这魂戒刷线。刷完线拿符，拿符刷野，刷野过来刷线。这就是一个中单这个版本应有的节奏，以发育为主。中单的话也是一个 carry 点。刷完线把线推进去，这个塔是红血了，先把塔推掉吧。现在补塔的话，给普攻，嘿，打出来了。这一波这个牛这个走位想干嘛？但是剑圣也过来了，不敢乱搞。剑圣应该想找我放无敌斩。哎，居然踢到了，算了。这一波的话，白牛是没有冲的，他冲的话，我会直接放基地的，应该秒得掉。刷野吧，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钱非常非常多，七分钟的话，已经是鞋子、挂件、魔瓶加鞋子、魔瓶、挂件加魂戒，非常非常的多钱。不是说一般的有钱呐，就是真的有钱啊！2258钱，我家第一波的话已经可以做到跳刀了。下面我去支援一波，因为他们想杀小鱼人，还想杀吗？我这是直接一个 D， 一个大招，这边还有机会，这波三打三，往后退一步躲开牛的 F， 三打四，我们这边直接一个，我直接一个跳气，然后拉开距离普攻一下，然后一个 D 击中两人，再往后拉开距离，他们想杀我，好的被白牛撞晕两人，我就先打离我最近的人，好的看一下牛，哎牛在这缓一波，他想直接一个预判 T。我三杀，他刚刚回头是看有没有漏可以捡，就是愣了一下神，就让我找了个机会跳踢。大家可以看到，我出道跳到的第一波支援和第一波的选择的点都还是比较正确的。支援下轮快打假了，我们在三打四的情况下还打赢了。关键是我的等级还是比较高，他想放无敌斩，先跳走了。This better be good. What a good idea. It's about time. If you insist. 好，这是上坡吃隐身。我为了，防止对面有眼，这波话两个人想击杀这个神灵。看一下神灵这里应该会反抗一波。我直接活生生的砍死。这波上路又是四个人。哇，我这波的话，不是，哎呀，完了。三刀全砍，我并没有弹走，运气有点不好。
刚刚的话我是被我是显形了，我可能是点错了，但是我用跳刀是同时躲掉了牛头的 F 加上那个宙斯的大招来打断位移，刚那个跳也是反应非常快，我看到牛抬手就跳了。刚刚我应该是点地板点到宙斯显形了，他们放技能的瞬间我跳走。我刚刚剑圣运气比较好，三刀全中，我刻意的是往远程兵那里走，居然没有一刀 miss。再出个假腿，假腿配魂戒是标配。假腿的话，通过切假腿吃魂戒，可以把魂戒的那个血量损失减到最少，蓝量损失增加到最大，对刷钱来说非常快，尤其是配合假腿的攻出来打野，非常的爽。Do you require a... This better be good. Without delay. One of these. About time. Once again. 出到假腿魂戒，基本上就不用考虑浩然了，基本上不用，因为基本上丽娜可以作为一个在前期，基本上是无限难了。哎，下路这一波哇，很嚣张啊！我们这边的小鱼人直接被秒，哈士卡也要被秒，被帮了一下，毫无办法。这一波明明可以去刷野，但是我想捡个漏，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啊。算了，没有什么机会。我看到地图左边有个人，我想偏右边走，果然左边有个人。我还好，我跳走了。剑圣刚刚想杀我。我还是去刷野吧。刚刚我想去帮队友报个仇，但是没有什么好机会。先把自己的发育做到最大化。疯狂刷钱，马上十一级了。我看到了这个剑圣往中路走了，缓一波把这个符拿到。中路这波看有没有机会，只吃魂戒切假腿，找机会跳 T， 跳 T 非常快，直接三连。这个跳 T 的话是要比走 T 要快很多的，就跟我之前的研究的一个那个一样的。大家可以把这一段反复的看一下，确实是有增加施法的过程，确实是有增加施法的效果。当你跳到一个阴影处放技能，你这个技能放的会比平时要快的。跳刀可以减少施法前摇，我之前好像做了一个视频。吃魂戒，切假腿，再去刷野。咦，我们这边又是被单杀了，刃甲 CG 是单杀掉了哈斯卡，这还是比较少见的。继续刷线，保持自己的节奏，打 DOTA 有时候要不慌不忙一点。其实在生活中或者是在游戏中，我都是属于一个比较激进的人。哎，我这里直接 DT， 然后跳刀躲掉牛头的那个 F， 还有 CG 的导弹，还有宙斯的大，全部被我这一个跳刀打乱了他们的节奏。虽然我们这边死了两个人，但是这波不会。好，与此同时我的吹风也做好了，十三分钟跳刀吹风假腿魂戒无解飞中的无解飞，虽然队友有点不准，但是相信我，这还能够 carry 他们。回复回复科教，这时候我想杀人了。哎，他走了，亏了。我刚刚是不够一套蓝的，恢复没有了。这波支援的话是，只是把对面威慑走了，并没有杀到人。
不过我现在装备和数据都是比较豪华，然后节奏的话基本上没有断过。哎，有人 TP 是牛，粉红色的。哎呀 ，CC 这波，我先耗一下他的血，抽了个照明导弹，照明火箭。What a good idea. If you insist, about time. If you insist. 这波还是有机会杀的，直接吹风，七 D 不敢击啊！果然，这波要是击他，我早就死掉了，因为他已经提前开了刃甲了。哎，想找我，往后走了一步，一个撞晕掉，直接一个 G 跳 T 直接秒掉，非常流畅。刚刚这两个技能同时放出来，伤害同一时间打到，和一个技能差不多。直跳 T。来吃一下符，16分钟的生符。哎，看来我出到了魂戒和那个假腿之后，基本上没有怎么回过家，无限血蓝，靠着魂戒的回血回蓝就够了。这出到吹风的话，就是疯狂刷野，一直刷一直刷，刷出装备优势。What a good idea. Once again, it's up to the elves. This better be if you insist. About time. What a good idea. Help me. Help you. 好，这波的话，我在盘踞在对面的上路和野区，他们可能来抓我了。我这波嗅觉比较灵敏，我已经感觉到对面一股杀气向我袭来，赶紧跳到树林的缝隙里。哎呀被找到了，哎呀，哎，宙斯又开了个视野，完了，这波肯定要死。我想反杀，哎呀，没贴到，完了，我的，我还是有机会反杀一个 G， 哎呀，又被抽到了，死了。算了，这波是我浪了，我想反杀的，因为是白牛冲了他，给了我一丝的信心。如果白牛不冲他的话，我早就跳 TP 了。这波我有点大意了，我已经感觉到对面所有人都来抓我了，我已经很猥琐了，但是还是被找到了，关键是还没有反杀掉，没有贴到他。亮也是操作失误了，亮准备靠近我的时候点到那个地图外面自动回头了，恰好把那个T夺掉了。不过也不一定，可能是他意识走位，也有可能，可能是他意识走位，也有可能。贴中刷野吧，你贴到这来了，那就往下走吧，刷这边的野一样的。Once again, it's up to the elves. What a good idea.赶快轰个石榴一仗才是正经事，利用高移速来利用那个高攻速来打野，看到对面还是比较凶啊。这是谁啊？宙斯都能大杀特杀了吗？中路这波急需我的支援，这个亮你已经死了，有种别走，你已经死了，别走。哎，我的天！这波的话，好像这波你真的已经死了哟。好，我踢他的瞬间，我已经看到了
切到的瞬间我已经看到了那个看到了剑圣了，剑圣跳过来瞬间我跳出，反应还是比较快的。What a good idea. Pick once again. 好，继续刷。去拿一下上符嘛，对面的中单因为是个宙斯，不敢在地图上乱跑，所以说的话，这盘的符应该全部都是我的。What a good idea.打得顺的运气也好啊，打不远古都是可以用剑的新的远古。马上十六级 A 长，二十分钟出头，哎，中路又是被杀了。这个哈斯卡是有点死了太多了，一杠六杠零吧，好像。暂时还没有他什么发挥的机会。对面的宙斯和牛的装备也不错了，我们这边确实是死了 略微有点多了，不过没事。先把加速磕了，十六级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了 A 杖，那个时候就是无敌的，见谁秒谁。虽然难说 A 杖的加成这么贵，甚至都没有大根奶的好，4200块钱可以购买一个2600加，可以购买一个两级大根了，两级大根可以多增加将近375点伤害，而那个 A 杖只能增加250点伤害不到，但是就是感觉 A 杖厉害。但是就是觉得 A 杖厉害，我也不知道为啥。其实论属性来说的话，两级大根的属性和那个 A 杖差不多的，但是 A 杖节约蓝，增加施法距离，但是从伤害上来讲的话是大根好而已。但是我好像没有见，基本上没有见过打怒人，没有见过逆浪出大根，我以前喜欢出，现在也不喜欢出了。再加上这一盘对面是有 GLGG， 他放剑刃风暴的时候可以大砍。A 杖可以增加大概240点左右的伤害吧，240左右。好，这个时候的话已经是无敌伤害了，十六级刚出头就拿到了 A 杖加吹风，见谁秒谁，见人秒人，见牛秒牛，见宙斯秒宙斯。Do you require aid, human? Help me, help you. Once again, it's up to the elves. What a good idea. 像这种呢，1100点血，我直接 DT 就死掉了，需要放吹风。Help you. It's about time. 对面这个时候还是有点怕我单抓，并没有给我什么机会。中路想抱团，我去下路把线带一波。It's about time. What a good idea. If you insist. What a good idea. Once again, it's up to the elves. 中路对面五人实力抱团，其实在我眼里就像五只嗷嗷待宰的小羔羊。赶紧跳走，小羔羊要咬人了。我先跳走一波，对面应该来抓下了。刷完这波线去刷野，但是对面有可能开雾抓我，哎，没有。他几乎是被单杀了。
这是被什么英雄单杀了？发条。哎，可以看到只有一个宙斯放了个大招助攻，他被一个宙他被一个发条给单杀了，一个有引刀有大招有 C 的小鱼人，不知道死字怎么写，他就是死掉了。中路这波看到人了，加速赶过去。哎，这个牛我看到谁，一个 F 边缘砸撞，我这里直接一个两连，然后吹起来做个阴影，一个 T， 好的，然后又被醉到了，普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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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治我吗？剑士又来了，帮他去分担。哎呦，算了，开个玩笑。双杀，这个也是个死人。跳，普攻 ，D， 哎。他吃了口魔棒没死，但是被烧死了，三杀没有了，吹了一波一个气，好了，气中，然后后续再一个地再疯狂普攻，小鱼人赶紧切入，好的过去。哎，喜欢救人，喜欢当雷锋，还跳用跳框想隔开我，我直接跳刀跳开他的框，直接杀掉，杀掉剑圣再杀你。这波这两个人头都没拿到，要不然就可以五杀了。哎呦，关键是第一个人头 miss 了，导致我那个断掉了，导致这个连杀特效断掉了，不然起码是四杀。这个人头被那个他吃了个魔棒，让那个哈斯卡把他烧死了。这波的话直接疯狂打野，甚至把大招都给用上了。回家啊，血晶石加 TP 都有了，有了血晶石，肉了许多，无限血无限蓝，回血回蓝也快，非常适合那种伪合法师。下一件装备的话就是希瓦的守护了，这套装备的话是那个苏妙第一个使用的吧，在主线中借鉴了一下，我也觉得挺好。他基本上，他这个装备基本上就是一套蓝猫的后期法器装，运用到了这个妮娜身上，发现也挺好用的。假腿、希瓦加血晶石这三件，基本上蓝猫必出后期。然后紫苑换成了吹风 ，BKB 换成了黑杖。Help me, help me. What once again, kick down spark. This better be good. What a good idea. Kick down spark. Let me watch you. It's about time. Now victory shall be yours. What a good idea.下一件装备的话是希瓦，哇，这一波的话队友又是被对面开悟干了一波，瞬秒两人，我等直接 TP 过来，我被推了一下，但是直接一个 T， 哎，没有 bug， 赶紧走，他的框是用过了，再推一下他，还好他的框是用过，不然这波可能会死掉了。他刚刚在拖延我两三秒，剑圣赶到一个跳无力斩，我就死掉了。这波小人杀了一个人，还骗掉了无力斩，我直接一个跳 T， 然后撤一步。不敢造次，一个地再往后退一步，他开始刃甲，我不想炸他，找机会。哎，林肯被迫，这波牛也在，他应该跳走，他应该放 C 跳走，这个应该没踢到。
这一波的话，对面 CG 的技能还是放的比较好的，虽然没有杀掉我，但是还是保护到他队友。我这一波想赶过去截一个人，截一个 CG 或者截一个剑圣，但是都截不到，截一头牛。啊，行，截头牛也可以。啊？怎么样？路上把我给打断了。继续刷一波，可以看到我的队友装备都不是特别好啊。上高的话是需要，哎，他突然跳到零点，小伙子，你这个出装有点飘了吧？就为了防我一个大招吗？我可以用地或者吹风来破掉的。赶紧跳槽。先刷一波，因为看不到对面的位置，眼的话我们这边眼太保守了。不过等拖到对面装备起来，对面还是很强的。我现在经济应该是全场第一吧，应该比全场第二好的经济起码还要多了，应该差不多一倍吧。三十一分钟基本上六神装了。我的队友的话，经济只有什么草鞋臂章啊，什么推推棒还没有出完啊。对面装备最好的也才跳到加林肯。这波对面又想推，然后再带一波了。这波的话打起来占不到什么便宜的。先牵扯一波。对完线，他们对面肯定是有人那个要去收账的，我找个安全的位置再来刷，找一个安全位置再来刷这波野怪。他们也可能开雾打肉三，也有可能。我先缓一波，直接向我队友靠拢，万一打起来我还可以救了。哎，他出到了绿障，可以。都是1400点血，不是很好秒。1400点血的话，一整套秒不掉。要普攻两下。剑圣这个时候肯定在打远古，我们这边的话，如果说向我这边靠拢，还是能打的。好，这个时候小鱼出了 BKB， 给对面拿掉肉三，这是对面应该有的节奏。因为这边我们这边队友打得太怂了，而且没有什么节奏点，需要我来强行带节奏。但是前期我已经杀的人已经足够多了，我要保证自身的发育。如果说发育不起来的话，就不好打。中路应该可以抓掉，白牛一冲就死。下面有两个人露头，他没有出跳刀的，一冲就死，直接一个 T， 直接秒掉吧，不留技能了。这无所谓的，因为我回蓝太快了，加上 CD 太短，我是无限蓝的。出了吹风加邪神石，你想把蓝用完都用不完，太蓝了。每秒回蓝20多点，你就算不停的放 TD 都不一定把蓝花了完，无限蓝的。
位置变了当队友，问我有没有。好的，已经快施瓦了，这波也刷完，再刷完上天就施瓦了，施瓦二出真的死不掉了。哎，这里我是没有出施瓦，出了 BKB。我们这边对面莱昂加宙斯还是求稳了一波，其实都可以，还跟树枝啊。我是观察到了上一波莱昂是并没有有跳刀的，所以说就出了个 BKB。 如果有跳刀的话，他先手 BK 先手跳阳我一套应该也是秒掉我的。他到这个点还没有出跳刀，就给了我打团足够了秀的空间和反应时间的。想把这个恢复给，哎，这他是找死啊 ！BKB 顶上一个 G 甩个梁，这波的话，锤了一下自己，能不能跳走？跳走，再一个 T， 好的，我还没有死，又一个狗，他有一仗的。这波的话，队友是直接把我给卖了，白牛并没有冲我，小鱼人的话也是去追一个残血，又是被瞬秒，看不懂。纳比克现在什么装备都没有，哈斯卡的话装备也是很一般。刚刚的话，如果说那个白牛撞一下，刚刚是随便撞到四个人的，我 TD 四个人，队友随便跟上，应该可以把他们秒光的。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哎，这边装备还是可以的，身体里有 A 杖的，放那个 A 杖很关键，不然我都不会死。跳 T， 一个 G， 哎，来了个挡枪的，他怎么不冲那个？他冲剑圣的话，剑圣在塔下复活会被我秒 T 交出两条命的。这盘其实出希瓦还好，利用高空视野来打。出 BKB 的话，还要考虑 BKB 时间再吹自己。不过我现在装备没有什么换的了，只能够把吹风换成希瓦了。宙斯的话想出一仗，这里面我要躲一波，把树林打开，队友过来推，找机会阴一下人。哇，这个 CG 居然还框边啊，怪不得前面混得这么好，框了波逼。
上中带线，那推上中怪塔，幸运的话是把这个下路就是没有来守，直接就割掉了。这波线我不敢，这波也不敢打太久了，先走一波。对面又是抱团走中，对面比较执着啊，一直想中路干。我所有队友的话都往上走了，我可以靠过去了，刷完这波线，先去换个飞鞋。喂，但是对面好像打起来了。不知道我还来不来得及，应该还来得及换。这波打起来的话，我们这边人死的并不是很快。我这波应该能够赶过去，只死了个白流，还是能打的。好机会，跳 T， 开 PKB G D 普攻，哎，没杀掉，一个 T 贴中两人。纳比克一个 F 帮我断了一下，我这波再吹自己求稳再跳走，还行，这波没有死掉，剑圣是跳了一下，还有没有卡克直接把他给杀掉，小六在后面偷了一个，直接一个 T 一个 D， 他应该是被我晕住了，技术上没有看到他的红点，哎，他回头了，这波剑圣是有兵眼的，纳比克再放一个 F 救一下过来，直接一个 Z， 哎，丢到远处。真是疯狂平 A 把他 A 掉，剑圣也是疯狂平 A， 我做一个 F 断了一下，但是没有 F 到我，我直接跳到马上好，马上就好，直接跳过去，他被小人给 A 死，这波还是并不是很亏。然后我马上去下，马上去下把线给带一波，好，这波我是准备把吹风卖了出希瓦了，刚刚居然哦，不过宙斯还是让我队友给收掉了，刚刚第一时间居然没有把宙斯给秒掉，宙斯还是比较肉的，我一套只能打1400不到，1370加上吹风的话1400，这波应该可以秒，多一个希瓦伤害上来，伤害就多了很多，直接你看三连轻松秒掉。刚刚由于那个 T 实在是放的太快啊，在我的屏幕上甚至连那个指针，那个 T 的那个范围指针都没有出现，他就直接被晕住了。点快的话，他那个东西就不会显示出来，肉眼就看不见了。这边健身还是很肥的，林肯冰眼又肉，可能输出就不是很足。这波的话我只需要打一个买货，哎，队友被撞了，我这直接一个 T 一个 D，疯狂普攻，先把大给放出去，一个希瓦直接秒掉，哎，他好像是吐到一个无敌斩把他给干了一波，然后这一波的话又是丢晕了，这个，哎，这个丢晕非常关键，我接了个 T， 狂 A 他，狂 A 把他瞬间打了一半的血，他放下了无敌斩，这个无敌斩我不敢接，这一波，哎，杀完人跳走还不错。哎，走位躲穿，好吧，点掉棒子，再放一个 T， 没有晕到，想跳大，我直接开启了 BKB， 比赛尽在掌握中。然后希瓦啊，跳过去一个 T，T 三个吗？看透望眼，一个都没踢到，好的，反而自己是要死掉了。只能跳过来砍我，伤害是有点低，他的伤害对我来说不足挂齿，挂齿。好的，还差一点点血，又是被举到，这波我死不掉啊。哎，队友树哥三杀，我想跳，哎，
哎呀，接到灵肯上面去了，放就当叠 buff 了，只能这样默默的安慰自己摸了。我好大呀，我一直变得和 BKB 差不多大的，缩小不了了，可能有时候就是这样吧，一个坚挺的力量。小牛人，看一下这里，我来回走位，跳走。现在已经有买货钱了，生死对我来说已经是无欲无求了。只要我放出技能来，全部买活一波，我直接过去让他给我加个杯。你看我钱都没有收他的，给他把远程兵打成红血，我贴都没放，直接就走了。What a good idea. 做人要懂得感恩。现在补了370个刀，46分钟370个刀，只能说一般吧。哇，他这里跳下来了，我直接开了希瓦，我被框住了。这一波怎么说，开起来 BKB 直接踢一下一个 G， 伤害全部打出来，回头再走。对面的人是红血，我回头一个 G 带一个普攻砸晕两人，我跳的要是好了，一个 T 马上跳走，好像没有踢到人。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对面剑圣已经被秒掉了，这波对面有点冲动啊。又是 C 到两人，框到两人，宙斯疯狂输出，纳比克拖了个框，宙斯已经死掉了，我一个希瓦减速到他，好的，慌忙之下开始吹风，直接一个完美 T 收尾。好，这边的人已经纷纷离开了游戏。好，那么第一盘就到这里，我们来到第二盘的你了。好的，欢迎回来。那么紧接着啊，近卫打了一盘妮娜，我们再来天灾打一盘。这盘分数就比上盘要高多了，因为这盘是开黑的。这盘是个三人黑，什么炸弹人？这英雄好无聊啊！好的，是被对面给认了出来，看来受到针对了。我想了一下的话，既然这样的话，我还是选那个妮娜吧，妮娜还是稳一点。这盘出门装的话就很一般了，无属性加组输出。怎么又是众生之王啊？这个宙斯和上个宙斯是一个人吗？我想一下，好像是一个人吧，我等一下回过头去看一下。This better be good. Help me, help you.这盘的话，这个宙斯是首选的，比上盘还是要稍微好一点，多了150块钱。Down Sparky, will it be hot shot? Once again, it's up to the elves. Kick down Sparky, will it be hot shot? Kick down Sparky, will it be hot shot? It's about time.先拿个符，对面这个阵容还是非常好打妮娜的，沉默、宙斯、霸条、楚王都还是比较好打妮娜的。键盘有点油，不知道怎么搞的，擦了一下还是有点油。这个古法居然试图和我抢符啊，看来有点问题啊，这个人有毒啊。What a good idea. Once again, 你看他出
说实话，这个帮我卡了一下兵，还是不错的。What a good idea if you insist. What a good idea if you insist. What a good idea. 看一下中间打谁？打这个 CG， 那还是非常好打的，打 CG 就有些 T 了。想弹我没弹到，我可以踢住普攻，普攻踢住 A 两下 ，A 三下，没错。然后再普攻，他 CCD 的时候我就可以疯狂点他。这波没有弹到我，对他来说很伤，还被我踢住给打了一顿。好的，前面的话小压他一点。这波的话，这个 CG 好像是有现眼看到我的队友了，但是我们上路是很受欺负啊！啊，先给控一控，不要进，不要进塔了。一个 D 耗血加清兵，好的队友，这边斧王是拿到一血。但是前面的话我补兵补得非常顺，基本上没怎么漏刀。全收三波兵，十一个刀，就漏了一个。好的，买一双鞋，对面但是 CG 把已经把那个血量给回了上来，我现在也不是很好机会来杀他。不过这个，他这里的话是打的比较猥琐，都是在中等压制我一波，但是拿我没什么办法。随便给点 CC， 我还差最后一刀就瓶子了，好，磨平了，无所谓了。他没有蓝了，我可以点他了，顺便把瓶子运过来。现在你看他电我也没有什么用，我就卡着距离 A 你们两个，来一人一下，来一人一下，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好的，这个宙斯可能要死掉了。怎么说啊？普攻，应该死掉了，一个剑。走位躲剑，那下被小兵拍死，这是一个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教科书的风路剑啊，就是你躲剑也是死，不躲剑也是死，这是玩 form 的最高境界，风路剑啊，还有什么号角剑啊，先射箭再打团，哎，把小鸡给砍死了，那什么鸡杀了，不过这个小鸡是救了我一命，还有什么号角剑啊，先射啊，不管射不射到再打团。踢住，哎，没踢住，他射了一箭，我这波他肯定要死，打不过我，还有威慑箭，啊，这波又想杀我吗？杀不掉，刚刚是一个教科书的风月箭。这一箭，哎呦，没有射到，差点。这波被杀鸡的话是有点伤的。四分钟，但是四分钟我已经八百多块加六级，非常非常的肥 ，CC 打不过我，感觉要走掉了。这个宙斯的话来中路后期线也很危险。继续耗大血，没有蓝了 ，CC 这里的话是抓了一波下了，感觉这一波我可以杀这个宙斯了，喝掉隐身。先把兵稍微卡一卡，算了，感觉这个兵线还是难杀。这箭的话没有命中，我这波假装回去，然后磕隐身，他应该是没有看到我磕隐身的。好，他已经死掉了。一个 T， 一个主攻，一个 D， 一下两下直接杀掉。
What a good idea. About time. Once again, it's a team. Help me. Help me. Your wish is not good. Get down here. What a good idea. Do you require aid, human? This better be good. If you insist. Once again, it's up to the elves. About time.这波的话准备直接打掉，蓝量不多，拉两波的话我收拾不掉这波野怪，打一波的话直接就回家了。这盘也是无解肥，但是的话因为被杀了个鸡，没有运到那个魂戒，所以说装备路线选择会不一样。打完这个价值100多块钱的大厦的话，我会选择去装飞雪，101块钱。Will it be Hotshot? Once again, it's up to the elves. It's about time. Once again, it's up to the elves. What a good idea. Down, Sparky. Once again, it's up to the elves. 好，直接飞鞋第一波，看能不能杀掉他，还是有那么一点机会的。飞鞋移动速度比较快一点，我可以直接天就走掉了，直接一个地。这波的话没有提到他。What a good idea. It's about time. Oh, 回到中路，吹口魔品，我的蓝就够3连了，看能不能够踢到他，或者是不踢，先踢 G D 再踢也可以。对哦，他这个走位已经死掉了，剩一个 D， 增加点移动速度。这波还是够难的，我都不用交大招，看一下他要走位躲，哎 ，S 了一下，直接放 G， 然后一个 D， 直接用 DGD 上前把他给秒掉了，他没有踢他。飞鞋还是好啊，加移动速度，加一张被动移动速度，他们根本就躲不掉。Your wish is your command. Once again, it's up to the elves. If you insist, do you require a human? Will it be Hotshot? It's about time. This better be good. 加入这波的话，那个军团应该是已经做到了跳刀了，8分钟跳刀还是算很快了。哎，斧头也跳到了，那么这一盘的话又不是很顺利，至少我的队友不是很顺利。我的话两盘还都是无解肥的。What a good idea! If you insist. What a good idea! Once again, it's up to the elves. Will it be? 这波算了，给他把线给推进去了。Once again.老天把线推进去。Do you require aid? Brethren's town is under attack. What a good idea. If you insist. Get down, Sparky. It's about time. Help me. Help you. This better be good. 队友的话是帮我拉了两波野怪，非常的贴心啊。和这个 JLGG 和 POM 是经常一起直播的。那第一盘输还有点懂。他们经常也是会把我保的比较肥一点，还玩的比较开心。What a good idea. 我这盘还是选择了先出那个，这波支援我不知道能不能赶上啊，不一定赶得上啊，赶不上了。哎，他这个走位是，哦，队友去堵他了，十楼队友去堵他了，他想从这边逃生，恰好就撞到我的怀里。这波的话，刷完这两波野的话，还消耗了全部的状态，黑口瓶。这两波的话也刷不掉啊，刷不掉，算了，不起。木木皇复读的，把血压住的。If you insist, what a good idea.
better be good. This better be good. About time. Once again, it's up to the elves. If you insist. 蓝掉的好快啊，没有魂技的话我有点不习惯这个刷野节奏了，这个蓝掉的太快了，我还差一个1000的棒子才能够刷到吹风，没有魂技的话刷线实在是比不出魂技要慢不少，不出魂技的不用回家了，虽然我这盘是出了飞姐，但是我还是回家了两次。Do you require aid, human? Is someone in here? 差550块钱就能够出到吹风。Kick down spike. 这波我在飞波上支援一波，这里直接一个 D， 再一个普攻，够不到了，看一下一个 T， 踢出了军团。这波没办法，只能打离我近的人了。是被一个爆给爆死，这一波无力斩的话，我看你能不能一个地地中全部，哎，果然地了三个人，还有一个又 C 了一下，我看能不能踢到一个踢，好了，踢到了一个普攻主角，这一波一个字爽，好吧，一个字爽爽爽爽爽，然后他们三个人站一起，一个地居然把所有的人都地了，哎，我这里已经吹风了，比较快，出到吹风这波团又打了1000块钱。Once again, it's up to the elves. 不错不错 ，CG 这里的话想去找剑圣，但是他怎么可能打得过剑圣呢？是不是他看到剑圣只能跑 ？What a good idea. If you insist. Where shall my blood be spilled? 我这里放个地就能够买1200的球，还是不够，还要卖个树枝。我缓一波 ，CG 是炸了一下野店，算了算了，他给枪的钱我不是很敢买，还好这一盘的话还没有死过，是有点冷。回到自己的野店。What a good idea. My life progress tower is under attack. Will it be? Our forces are under attack. Help me help you if you insist. It's about time. Do you require aid? Our brethren's town is under attack. 这又是碰到了一个加速师傅，哦，这一波想拉我，我直接开启了加速，还是把我给拉住了，但这波不一定打得死我，我只能说小伙子这个技把他给秒掉了。What a good idea! It's about time. 然后飞上，想利用这个加速声不双杀了，但是被小兵给看到了。哎，他往右边走了，蓝色玩家。但是我找不到他，宙斯，我还是追得上了。他只有一个草鞋，我追得上他，我比他快一。哎，他还要赶回头，那已经死掉了。这波我是飞鞋加飞鞋加吹风的，比他快100的移动速度。What a good idea! It's about time. Once again, it's up to the elves. What a good idea! If you insist, do you require? 哎，这波对面的技能放得非常好，但是还是没有阻止剑圣放出无敌斩，但是这波剑圣还是被防一个钻给钻死了，对面双跳刀，我回去的话再补一波状态，没有魂技还是有点伤，说实话。Help you. Do you require aid, human? Greetings, my lord. This better be good.先协同飞机来上路推波线，把这个塔给带掉，这塔应该 A 得到，好的，多了210块钱，下河道有眼，刚刚差点把我杀了，这盘的话是要早点推的。看一下这一波的话，
我们算了，没有什么机会。我被宙斯大招给看到了，看能不能抓上路的人。吹起来一套应该能够秒掉。他不露头了，算了，翻过去。Once again, it's up to the elves. Help me, help me. That time. What a good idea. Will it be hot shot? If you insist.What a good idea. 先把经济给提上来，对面的话没有，并没有什么 很明显的开瑞点，感觉都不知道该谁啊。What a good idea. Get down, Sparky. It's about time. Now victory shall be yours.其实我现在的状态其实不算很好，不知道自己该干嘛。就是平时在生活中，我感觉啊，就没有什么事情让我很提得起来兴趣。不管是打游戏也好啊，还是生活中吃喝玩乐也好，感觉我现在的精神状态有一种很混的感觉，不知道为啥。可能是。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不知道该怎么过了，需要一个大师来点拨我这种，就直接一个吹一个 T， 直接疯狂普攻一个 G， 疯狂普攻掉他的 lag， 这一波还有两个小猪仔，这里找个机会一个 T， 击中两个人普攻一个，这个走位找的还是比较好，再一个普攻再一个。再回来刚刚的话，就感觉就是平时不管是干什么，总感觉起来太大事啊。Do you require a human? Hit down, Sparky. It's about time. Do you require aid, human? Will it be hotshot? What a good idea. Once again, it's up to the elves. If you insist. Once again, it's up to the elves. What a good idea.其实我感觉其实生啊，看我视频的观众很多都是闲暇时间啊，就是上班上学，闲暇时间有空来看一下直播，看一下视频，感觉这个状态都挺好的。像我没事干的时候基本上就发呆抽根烟，再就是偶尔也看看直播。我感觉我需要去培养新的兴趣爱好，有一个自信七率直接秒掉。我怎么说，看一下有没有机会，他移动速度离我还是有点差距的，吹起来他又死了。这波还是找阴影七，哎，走位 D， 好的，直接一套连招把他秒掉。是的，我这一波打钱还是比较快的，18分钟，仅仅只用了18分钟，跳到吹风飞鞋一张，16级。这一盘还不是出了魂戒，出魂戒这一盘会更快。魂戒就是法师的点金手。If you insist. What a good idea. It's about time. Once again, it's up to the elves. Will it be about time? If you insist. It's about time. If you insist. Once again, it's up to the elves. If you insist. Once again, it's up to the elves. What a good idea. It's about time.好，这波的话有什么意义，放这个大招，哎，有意义了，有意义了，完了，我感觉我要吹一下躲一下贴着伤害，看这波会不会死，我还500连血，死不掉了，他只崩了我一下。好的，我这波的话宙斯没有急速来，移动速度又救了我，我找机会气条走。好的，哇，这一波好危险，直接把他给秒掉了。这一波的话，哎，又是中间了，可以这波，这一个 T 一个 G， 军团想杀我，
一个秒锤，好的，哈哈，就爆炸了。那我，哈哈，从容反杀三人，哈哈，简直可怕。这波破门大大给的也比较及时。Will it be hot shot? What a good idea. Kick down, Sparky. Help me. Help you. It's about time. Do you require? 还可以吧。下一个大剑，表述希瓦的守护，来完成上一盘没有完成的心愿啊！早点出希瓦。其实上盘也出了。哎，单杀了。我看能不能，他应该跳到 CD。哎，我直接记了。他跳到肯定是 CD 的，都没有什么好犹豫的，直接一个 G 就秒掉了。刚出门1400块钱，瞬间就2700。买一个球，出个零钱也可以，我还有两个格子。又是想跳拉我，被我躲掉了，吹一下他，他已经死掉了。一个 T， 好的，再接一个晕，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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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D， 好的，直接输掉。他跳过来瞬间我又跳走了，不过这一次不是靠反应，就是随便跳一下就跳掉，随便跳一下。刷一波钱，能差1700块钱就能出到凌晨。哎，那波我踢他踢，我直接一个预判踢把他给晕住，然后在那里一个地普攻。哎，他刃甲打断了我跳刀，我这波有点危险。喂，我被沉默放了两个技能，我想吹风接跳刀，哎呀没跳走。他先吼到我跳刀再好，这波确实是没有什么机会，直接被宙斯给杀掉。但是与此同时的话，那个也是死掉了。普攻是死掉了。这波剑圣三杀，战鼓、假腿、点金手、大魔棒还可以。我这波有点伤了，死了！我操，杀了有个恢复。这里的话，军团又是拿住了飞机。想射箭，破木装备其实还不错，香味鞋留不住人，香味鞋两挂件加夜叉，刚想吹风跳走的，我跳走。The flows of magic are in It's about time. 好，这波集中，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机会。What a good idea. It's about time. 花钱吧。Help me. Help you. What a good idea. It's about time. If you insist. It's about time. What a good idea. Once again, it's up to the elves.If you insist, do you require a? 上路这波线人话，哎，队友打野区肯定有人。大点这里好像有人。果然有人。直接 GD， 他开着刃甲想拿我，一瞬间被我给打死。他的手速其实还不错啊。他刚刚刃甲 T 大都放，刃甲不是大没放死，刃甲 T。然后我。被我直接两连给秒掉，这一波的话，我跳到他应该死掉了。我的跳到 CD 比他跳到 CD 要快，他这里走不掉的。我不想用跳，直接吹起来。TD， 他想走位躲，有点天真。开着刃甲，我给他怎么样？这波再一个 T， 普攻普攻普攻 TD， 输掉。If you insist,
Once again, it's a clear. If you insist, what a good idea. 我再去刷波野，刷波野收上限，马上就25级了。我这波也可以不收，直接收上限。有很多人一直有时候微博私信问我说纳兰啊，蓝猫怎么操作啊比较快？我说纳兰怎么提高多塔的技术？其实这里的话，我只能给大家一句忠告：熟能生巧。啊！我操，又被拉住了，死了！完了，我死掉了。他打我每一下都是被动，看到没？100%触发概率100%，他打我每一下都是被动，一下都没有 miss， 一下都没有不射过，被他直接缺道中打死。攻速太快了，他一直有被动，再加上他有韧脚，攻速慢，我攻速慢一点。其实我只能给大家一个忠告啊，熟能生巧，这个游戏就是你打的越多，你的技术就累积的越快，没有什么捷径。像那些公认的天赋特别高的选手，其实也是已经打了很多二十六分钟冰眼，技术才慢慢的沉淀下来，风无一例外，没有新人这些这个东西出了早和点金手上多塔也很多塔。像那种 DOTA 2的什么新秀啊，大神新星，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什么 Maybe 啊 ，CTY 啊，霸气啊，卡卡那些新生代的顶尖高手啊，看起来说很新很新，其实人家也是玩了很多很多年的 DOTA， 就有确凿证据的是 Maybe 啊，我以前一个打英雄联盟职业的朋友就跟我说。说以前网风经常排到那个时候他才十，那我那个朋友那个时候才十岁，可能 maybe 大概12岁左右打过他吧，他现在估计是打来打就快7年了。所以说这个游戏真的说到底很重要的四个字：熟能生巧。一个吹，吹一波，他可能跳走躲掉，好的，没有唬到我。这个 T 想开刃甲，就被自己打断 TP， 王月凌乱，不知道在干嘛了。我这一波直接购买到了冰眼，用冰眼来代替这个是吧？像国外的那些星星的话，可能就是并不是打多发打的快速，打的年份比较长，但是他们是长年累月的游戏之类。最近一批风头正盛的国外的顶尖选手，好像都是以前 HON 转过去的。HON 也是一款和多塔2非常非常接近的游戏，非常接近，也是打了很多年的 HON。比如说玩这种人与人对抗的游戏，熟能生巧是提高技术要牢记的第一条，后面才是找一些捷径，比如说看一些高手的直播啊、视频啊和一些操作技巧的时候，有道理。好的，为了防止他开大，我先把大招给丢了。哎，这里宙斯一个大招居然杀掉了飞机，我这里直接一个跳盲踢，完全没有视野的情况下跳盲踢，就是凭借着我杀沉默的时候吃了一个宙斯打，我瞟了一眼小地图，他在地图上闪了一下，直接一个跳盲踢被他走。好，这波的话应该能够单调掉这个二塔。Kick down, Sparky。回头的话，这个魔瓶可以卖掉，再更新一件装备。冰眼睛啊，这个套路也是很深啊，打得快打得痛啊，又肉，在不出血晶石的情况下，冰眼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攻击性更强，但是弊端的话是蓝量跟不上，不过还好。好，这波 CG 又是 迷了个路，我这波再去下路，但是下路的话是他应该不会带了。Once again, it's up to the elves. It's about time. Once again, it's the elves. 去那条坑里被活生生的吸死。好，然后这一波的话，我绕了过来，但是感觉没有什么杀机。哎，斧王在后面想拖飞机，但是飞机直接 TP 了，没有拖到。还是选择了来触皮网双速剑术，22次杀，29助攻。队友异口同声的打出推了吧，那么这盘是真的应该到结束的时候了，差100块钱出皮网的守护。31分钟，真正的六神装。哎，队友打得好凶啊，都我这直接飞过去了。这一波剑圣是被打出了盾，我先把希瓦给打出来，差12块钱。这高地不是很好上，哎，被吼住了所有人，但是这个棒子没被打掉，是很爽的一件事情。他想强行 A 棒子，还没有 A 掉。推一下剑圣，我一个 T 直接普攻，普攻技先秒为进，又被吼到两个矿物师，反应非常快跳走了。我这一波的话吹了一下他，找位置一个 T 直接一个 D 把他秒掉，然后再普攻又秒掉军团，宙斯也是被秒掉。这波我是 double Q 飞机 double Q， 对面斧王是买活，我的希望是没拿到，看这波斧王买活会不会过来。我这里话想跳我直接原地 T， 好的一个超级预判，好在不停的普攻他，他开着刃甲，我不敢造势，又给我点了个灯，我普攻普攻普攻，他还被晕住了，我一个 T 再吹自己，还有9点血，好的落地的一瞬间一个 D， 好的利用了一个0.几秒的时间差，直接是把他给秀死了，刚刚就差那么一秒，我就被点灯给烧死了，但是斧王的点灯是一格一格的掉血的，我吹了起来的那一下没有掉血，落地了一瞬间没有掉血，卡了一个两个半，差点被他点灯给烧，落地的瞬间把斧王给杀掉，这个时候就解除了 buff， 不然的话，如果说我刚刚直接放 D 的话，可能我就会先死了。他掉血是一格一格掉，比如说我一秒钟掉了个血。我1.2秒吹了自己那么2秒钟不掉血，3秒钟不掉血，4秒钟掉下来的时候我刚好4.7秒的时候掉下来的时候又不掉血，掉下来的瞬间我又放那个底，恰好躲开了下一秒的燃烧，其实也是运气啊。说实话，刚刚就是我吹也得吹，不吹也得吹，这是我这个吹风，我吹怎么都得吹自己，就是运气好就能够出现像这种的大秀，运气不好就死掉了，所以说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好，这一波开了个希瓦，捡到了树，直接一个 D， 他又吹了自己，慌乱之中我一个 T， 好的，从容收掉，我们都已经嘎赖，这里接过来。因为的话这波买活这波不是买活，这波刃甲和我血量太多了，想杀我有点难。看一下这波技能怎么放，一个 D 是 D 中了，好的开希瓦，打开视野捡刺刀，好的不想吹他，吹他可能杀不掉，直接一个 T 一个普攻掉，再输掉。
莫名其妙中了。好的，再飞上。好的，这波我再想盯上他。吹风，哎哎，没吹到，没捡到。C 下我，哦，沉默开大招了。哎呦，这波我的又捡智力，又我的没吹到。这波我想把他们都杀掉了。我在小地图上已经看到这个军团了。我吹他的时候并没买，我的没点到他，秒吹起来他就死掉了。哎，收点等点歪了，第一下没点到，这一下的话是第一下点到他没点到，这下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手慢了。他开T的时候我吹他居然没有吹到，手抖了一下点歪了。不过射手买回来结束这场战斗了。嗯。接希望跳，哎，被他用跳给躲掉，还不错。那我们再推另外一路，啊，好像是开了雾，我们拐个弯，是刃甲吗？哦，是那个引刀吗？不管了，我先躲到棒子后面，有这个棒子就不会死。这波直接一个无力斩，我一个跳蟹王应该减速到了，哦，没有减速到，他这里直接跳走。我们杀这个斧王，一个 T， 好的，这个 T 非常完美啊，居然 T 到了，接了一个剑，我这里一个 G 直接秒掉，28杀。好，盯上了这个剑神，我觉得踢出这个 2.5 秒的晕很关键啊。这个 2.5 秒的晕眩关键，好，接盘的话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好，感谢大家啊一直以来收看啊小拉达的视频，深表感谢。好的，那么我们啊，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打完最后一波，又是被沉默放大，他吹了一下自己。好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Thank you.